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明天就要上市的一个 Yonge Sheppard 的 Townhouse。 进来之后这边是一个厅，然后是厨房，然后这边是客厅和 family room 的 combine， loading 是九尺顶。这个窗户是 bay window， 非常光亮，这个面是对着东南向的 California shutter， 实木地板。好，我们现在上楼。这是二楼是主卧，主卧非常大，也是非常光亮的，有 bay window。 全屋 port lights。 这个是定制的衣柜，双洗手台，有 shower 和新的马桶，还有一个 Jacuzzi 的这个浴缸。再看看楼上，三楼呢还有两一个房间，这里还有一个侧窗，光线会非常好。楼上还有一个天窗，这是一个卧室，新的地板，新的实木地板。这个房间的光线也非常的好，所以此房叫价138万。 Yonge Sheppard 的 Avondale 小区，走路可以步行到地铁，非常方便。